然社会受到高龄化的冲击，但其实宠物呢也有高龄化的问题。以日本来说好了，过去呢猫狗的平均寿命大概是7年，不过现在已经提升了一倍，大约有14岁了。那么这些高龄的这个猫狗呢，其实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到底该怎么样照顾会比较好呢？于是日本就有企业，他们成立了高龄狗狗照护机构，不但呢有24小时的看护、断层扫描，甚至还包括了宠物的专用留置食物。我们就来看看日本这个高龄照护机构是怎么样来照顾这些宠物的。Happy birthday, dear Pocky. 康泽家人的爱犬波奇今年在家人的守护下离开人世，享年17岁。波奇是这家独生女在读小学时吵着要养，之后波奇不仅是亲子间的润滑剂，更成为家族的一员。不过他临走前的最后1年半，就像老人家一样，晚上需要特别照顾。现在全日本宠物猫狗估计有2062万只，比15岁以下儿童约1600万人还多，而且和人类一样有高龄化的趋势。30年前，狗的平均寿命约6到7岁，之后年年增加，现在已经超过14岁。换算成人类年龄，相当小型犬从40岁延长到70岁以上。专家指出，狗食营养价值提高，加上医疗水准提升，是宠物高龄化的主要原因。人間と同じように高齢化してくれば、心臓とか神経とか関節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に障害きますから、そうなると介護になります。宠物高龄化同样需要照护。日本最大零售商永旺立刻嗅到商机，在千叶县的大型购物商场开了一家狗专用的照护机构。在这里，宠物有专用的留置食物，怕整天躺着得褥疮，还有24小时人员帮忙翻身，最多可容纳20只老狗。万一狗狗病情急转直下，隔壁也有宠物医院的兽医24小时待命。为了让主人能随时掌握宠物的状况，也特别加装摄影机，能随时上网监看。在这里，小型犬一个月收费10万日元，相当台币约3万块钱。除了专门的疗养机构，还有照护人员到府服务，90分钟4500日元，约台币1300元，教导主人如何照护狗狗到终老。子犬の頃に出会って飼われる方も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ワンちゃんが老犬になった時って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その時には想像ができないと思うんです。本当にもしかしたら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を自覚されて、最初にワンちゃんを家族として引き受けていただければいいなと思います。养宠物就要负责它到终老。随着猫狗走向高龄化，相关业者也加快脚步，开拓照护商机。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宠物狗真的得到非常好的照护啊。不过在台湾现在有这样子的专门为高龄狗狗的照护机构出现吗？目前据说应该是有，但是不还不多。嗯，毕竟这个还是得要看整体的一些饲主的需求，是有需求一定会有供应。不过我们刚刚看到日本的这个也所费不赀了哈，是是。刚刚讲的小型犬一个月就要大概合台币3万，对，3万块台币。大型犬，大型犬一般它要付出的人力跟成本更高，可能会达到2倍到3倍的价钱，在日本的话。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宠物高龄化的问题，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好好来关心一下哈。而且呢，高龄化常常会伴随而来的就是疾病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跟人类好像也大同小异，对不对？多半都是心血管的疾病。您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状况是如何？其实根据研究，大概我们平常的门诊的比例上，心脏门诊大概会占整个医院的那种大概10%左右。嗯，所以还蛮高的。然后根据其他的研究报告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有心脏病的狗大概占了17%，有心脏病的猫呢，在2009年的一篇文献里面，它是大概是有占了15.5%，所以还蛮高的。其实一般动物对于疾病的一个隐藏能力非常好，就是说它可能有生病的，它也不一定会让你看出来。对，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说这个饲主来了，说他的狗突然倒下去，那他们。其实告诉我们的一个讯息都是说，昨天还好好的，也会吃也会玩，怎么今天就突然倒下去了？其实
生病绝对不会说突然，除非是像意外啦、车祸、创伤等等，那这些心血管疾病其实都是啊其来有之，只是说它在初期的症状是很难让你发觉，那等到我们发现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像啊比较容易喘啊、容易咳，那甚至是比较啊没有体力、胃口变差或消瘦，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才发现的话，其实都有点为时过晚，因为动物的话它的天性就是说，如果它在自然界里面只要露出的病态，可能就是注定会被吃掉，即使你是一头狮子，你也可能会被非洲土狼给吃掉，所以他们尽可能会把这是疾病的一些症状去隐藏起来，表现出很正常的样子，所以当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当它露出病态的时候，其实就是很严重。不过我们知道蔡医师你有钻研的是宠物的心脏专科哈，听说比较纯种的猫狗反而比较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是吗？那么如果是为真的话，为什么会如此？我们都知道，像人也是一样，心血管的疾病的话，它的发生率是跟年龄有关，那你年龄有关的话，它就是一个老化的现象。那么一般为什么说不管是猫或狗，它的一个心血管疾病跟品种会有正相关，是因为它在育种的过程里面，整个基因纯化的结果会让它一些那种比较不好的缺陷的隐形基因让它显性化。你像我们台湾比较常见的这种马尔济斯它是在台湾里面我的心脏门诊里面大概有七八成都是这个品种，它特别在瓣膜的部分特别容易退化，产生瓣膜的肥厚脱垂，乃至于瓣膜的闭锁不全。那在猫的话，它们猫是比较容易有这个肥大性的心肌病，那么它跟品种也是有直接相关，像一些美国短毛猫、英国短毛猫、布偶猫或者是一些像英短也是一样像波斯猫也是，就是一些纯种猫它发生的比例会比较高目前的统计是这个样子。是，所以如果养纯种猫的饲主可能特别要注意一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般来讲大家都觉得兽医应该是全科不过以蔡医师您来讲，您专研的是宠物的心脏专科，大家就会觉得很讶异说原来现在宠物也有分科别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也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说，其实在治疗宠物的过程当中也要重视这个医病关系是的，真的非常的有意思有关这一点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请别走开